九二一的时候，我在大爱电视台看到那么多人很发心，我家己心内就足感动。啊，不过我唔是讲足有钱的人，家境唔是讲足好，啊囡仔佫细汉，我想讲啊人有我都管，我难道不能吗？我的会员就是拢老外人客啊，伊毛想要做善事，啊，就算讲阮有一个，就是一个桥梁，甲伊讲有这个善事，让他去做这样子啦。啊，要一个月要多少？哦，在咱水洗的啦，系啊系啊，伊免系啊，免唔是讲啊，你定爱偌济钱，就是咱一份心。他真的是时间不空过，步步踏实做，唔管是咱吼自己事业。啊，搁每天吼伫市场做完生意后，赶着回家，啊，搁照顾伊83岁无法行动的婆婆。环保是我上喜欢的一项工作。我做生意回来，我都会当去遐做半点钟啊，还是一点钟，我拢会做欢喜的。圆满总统无简单，啊，毋过。正言师傅讲过哦，有缘就有力。我用欠买衫的钱啊，啊，搁阮家的水啊，欠水欠电啊，吼，啊欠到吼，一届阮家的种电费钱寄来时阵，竟然唔免交钱呢。两位师姐确实是上人的好弟子，花好愿，行好事，难行能行，月月皆成就，是我们的好榜样。